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跟我一起来到东谷市 Eastville 来看一看一个投资房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呢，位于东谷市的市中心附近。房子的外观非常的干净整洁，拥有一个大前院，前院绿草如茵，拥有三车库。那它呢是美式的传统设计。这个房子呢为四房三浴，室内面积是2817平方英尺，差不多是262平方米的样子，占地呢是8276平方英尺。那这栋房屋建于2006年，上市刚刚三天。好，让我们现在推开门去里面看一看。那可以看到进门的墙呢做了镂空的处理，显得整个空间宽敞明亮。那房屋一楼的左手边有一个小客卧，是带全浴的，也就是套房。那这间房间呢可以用作为办公室、客房或者是一个小的健身房。这个房子有几个优势，首先第一呢就是它的占地，在这个小区属于是非常大的8276尺的占地。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这栋房屋的上市价为499000，那在东谷这个区域呢，它的每尺均价、它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
好啦，现在参观过了这栋房屋，请随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周边的商圈环境吧。首先呢，距离这栋房屋大概三个交通灯的距离就有一座 Costco， 那么 Costco 呢也是近几年新开的，购物是非常方便的。接下来呢，在房子另一边的一个红绿灯是东谷市的一个很大的商业广场，那这个商业广场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店面，各种各样的商业，各种各样的餐饮，还有银行啊，政府设施等等。这附近的超市呢有 Vons, Ralphs, Home Depot, Best Buy， 不仅是这些超市，还有很多餐厅，包括亚洲餐厅，有越南的餐厅，泰国餐厅，还有日本铁板烧，并且这个 Plaza 里面还有一个爱德华电影院哦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东谷也陆续开了许多中餐厅，包括波霸奶茶呀，小口品啊，还有 W 咖啡等等。好了，这栋房屋呢会非常的火热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抓紧咯。